决定了，今天就做夏安安。幺幺，我今天要做安安，你来吧。哎呀，安安不就是个小屁孩嘛，别打扰我玩游戏了。人家跳舞可是很可爱的，看一下吧。蹭蹭，小心小哦，闪闪微微，害羞羞哦，砰砰掉下来了，肉肉脸哦。会跳舞不也是小屁孩吗？给你个眼神，自己体会。姐姐啊，可是小花仙呀。真的吗？地球的小花仙是什么样的？好想知道呀。那我就让你们看一下安安长大的样子。是不是很美？瑶瑶，你确定不要吗？哎呀，我很忙啦，我还要跟别人组队呢。啊，长大后会遇见帅气的王子哟。什么？帅气的王子？白马王子踏上征途，寻找到了出道公主。森林里小木屋，手牵手在云端漫步，百花深处骑着小鹿，精灵和爱人跳起舞，夕阳映红了天幕，城堡迎接大的公。做吧，没问题。那我们就我突然发现我记错时间了，我今天不组队，快给我做安安的衣服。